五变瘦，108吧，但70就比较正常。然后搭配一些业配，所以我现在先不讲。他叫什么去了？林林林林，看到我回答我，敢不敢合作？我写给你唱。OK。嘻哈派。艺术。那个张艺术家。快嘴巴。达人秀，林家的臭小鸡。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275。大家好，我是甘冰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法。大家好，我是宽总。大家好，我是五木里的懂你大木瓢陪气团。最近有多一个 AKA 叫栗子的小弟。欢迎收看《嘻哈时代二》的感想。爽啊，快点，不错啦，基基本本。因为我是候补的，想说啊，是不是人家不要有机会，怀疑要不要来这样。后来还是觉得有这个机会就把握住。就像爱情，当你准备好，自然就来了，而且还更好呢。如何成功瘦身近40公斤？团体变个人吧，胖子变瘦的。我那时候108吧，现在70就比较正常。想要搭配一些业配，所以我现在先不讲。如果有人找我业配，我就说我是因为这样瘦。超好笑。比赛最怕遇到的对手是。双人组的时候，更怕遇到马竞跟嘎万，爱情太真挚了，好羡慕，就觉得要避开他们，戴着墨镜因为太闪，爱情的臭酸味。其实之前心理建设就做蛮好的，没有怕遇到谁啊，怕遇到自己状况不好而已，就怕遇到赵一凡，因为自己的输了的话就难看，可是如果赢了的话，被他粉丝骂，会被我骂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他粉丝。我没有怕遇到谁啊，反正我就不会赢啊。要不是 DC 一直救我，我哪有今天啊，每个对到我都赢嘞、欸。你长得很像我表哥哎、欸。快嘴巴，我会输嘛，他会晋级嘛。啊，我又会被救啊。对，没关系啊，大家都很喜欢打我，反正我又不会死。比赛开始后最大的变化是，我都会给很多的力量，我all in，你知道吗？太大力，换气点做不好。现在就是比较稳定。这一题我要认真的回答。你跟他都不认真。前面都选。快嘴巴。最近突然多了很多关注。都有点怀疑自己有那个能力承受这些大家的支持。大陆他会管演讲，或者是想要被看到？是没有，我只有一堂课，然后有时候也没有去。首播嘛，啊，我的表演没跟到，所以就被迫要去看 YouTube 的直播，就会不小心看到聊天室被影响，哎、欸，就想看一下，看觉得这件事超不健康的。我看那个留言都说阿发帅爆，对啊，嘻哈余文乐，就算是这样，我也宁愿不要看到。表演有变好看一点，上完节目之后就慢慢找到那个怎么表演会是一个自己最舒适，然后大家觉得最好看一点。你在家会对着镜子练习？我会在我房间里面一直走来走去，就是播音乐，然后自己在那边。你房间蛮大，房间很小啊。每次表演的时候都站在中间不会动。这一届我是没有想名次的事情，就想要把一首歌留下来，这样有做到。未来会想跟谁合作？很喜欢跟大家合作，还想找那种做慢摇的合作，可以多方去尝试。很多人都以为跟我们合作很贵啊，你那多少钱就没有下文。音乐这种东西就是双方喜欢，钱不是很重要，我们一起创作出好东西才是重点。对，现场我选康总，因为他比较会回我讯息的感觉。你这样讲的时候，我们都不回。你又没有密我。高密 B 跟赵一凡，因为我在做我的新专辑，然后我觉得有的歌刚好很适合。好了，我改他好了。但记得回我讯息。我想跟 IBD 合作，他写的旋律线太特别，我觉得他有一个独特的唱腔，有点像印度腔那种。Sony 的那是 demo， 我想跟举牌女郎，我写给她唱，她叫什么去了？玲玲，玲玲，看到我回答我，敢不敢合作？我写给你唱，我在旁边举牌。你比乐攻杀五木与欧吉虎担任挑战选手时，用英文及肢体让队员猜出题目，计时2分钟，答对较多的一方全员加一分。掌握这个世界啦。五个字 ：small, middle, 大。大熊比较懒，大家来找茬。Two。大嘻哈时代，大家 ，The world is four up 上下下下面一位 four husband 夫夫妻下什么什么夫婆嫁木我婆 ，The world is three group my boss 混血儿91 no, good he is rap green 绿比杰 chicken 鸡太美第二个鸡有棒子啊你好强对。嘻哈派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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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riangle. Somebody eat good. Somebody eat no. The first word is an animal. And two and three is an T1. And
黑了小咪。所有超强听力第一部分小编播前奏需举手抢答是哪首歌曲，第二部分将三首歌混在一起，每开对一首歌加一分，输家将用压压音饶舌惩罚。哦，我知道，乐 MC Hot Dog 圣诞节的雪人，乐狗，嘿，我爱台北，还不是哎、欸，艺术，乐狗张艺术家。哦，熊仔，举手。3, 2, 1，我知道。熊仔，把扫把。对。哦，我知道。BGL 弹头哥哥。That's my destiny 啦。哎、欸，你这英文讲得很标准哎、欸。That's my destiny、欸。哎，露馅。哦。阿叶。我不是搞不到这个。你是啊。对。要一次猜三首。算是有国外饶舌歌手吗？我只听得到我的歌，没有你在，听起来很像是 Cardi B 的哪一首，忘记了。我知道，没有你在。另外一首，买榜 ，rap 吗？哦，对。你怎么会听这么大的歌？不要对人家刻板印象好不好？大鸡要跑，还老 cyber， 差那么多，大鸡的皮毛。在外面有点冷的时候。在外面，外面有，在外面有点冷。外面有点冷。对。我觉得是跟你有关系。那是洋葱的声音。怎么起来？千万懂谁喏？你要被扣钱了。容易。容易。Baby, I can't stop. Tell my mama 一切 OK.哒哒哒哒哒，上午座位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一切 no face。今晚就拄着我也不来，我是快结果你敢咪爱？哦，这个听感也很差呢。我讲有法度哦，保证会讲哦哦哦哦哦哦哦。会被人家刷掉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法。去年的专辑所有的歌曲 MV 都已经在前一阵子发布完了，包括 Too Thick、What a Time， 还有 Play Me， 大家可以上去看那些 MV。紧接着还有很多作品会释出，弹头的作品跟 BR 的作品。那我的新专辑也在制作中，所以大家可以追踪我的 IG， 订阅我的 YouTube， 听听我的歌。谢谢大家。比完赛之后，我会发安泰的豪华版。所以大家到时候可以去追踪我的 IG。下一位，大家好，我是宽走，也可以在 Instagram 上找到我。然后我的音乐也都有在各大串流平台上下，你也可以在大虾时代二看到我。欢迎加入我的 LINE 社群，定时发布演出或者是试听 demo， 欢迎加入。好的，下一位。Ending 是不是要再比个坏嘴巴？大家好，我叫欧吉虎，我的 IG 是 OGCEO261。今年可能会发 EP， 然后会有一些单曲会发行，帮我把 IG 订阅起来。那我最近开了我个人 YouTube 频道，也是搜寻欧吉五就有搜寻得到。谢谢大家。你也太难了，还没比完呢、欸，快嘴巴，打给我。我是五木，你的懂你大步漂配气头狼。然后，这个题是什么？要去哪里找到我？我住那个综合。快嘴巴 ，IG 是 AIOM_DASH， 然后五，然后、欸那个 YouTube 也五木，对对对，最近的活动，我下面我刚好看到一间便当，快嘴巴。那最近我会发一首歌，叫做那个 Pancake。哎、欸，三月八号过了吗？三月八号我生日。唰！金色大林家达人秀超雄 gay 啊！那我们就打 gay 后，你们可以这样这么学？可以啊，可以这样吗？可以啊。来达人秀林家的超雄 gay 啊！打 gay 后。因为他破音就被 hit song 啊。那你说 Rex 是什么？无脑的富二代、啊。他比较介意的是富二代、欸。我说没有，你很聪明啊。然后他说没有，这不是重点，我重点我不是富二代。那他说什么？石头，剪刀石头布。哇 ，brother， 男人之间的感情就是这么简单的、啊。不玩了啦，他是我朋友呢。让我突然意识到你们挑这两个当队长的靠腰，是不是有偏见？这一定就挑两个讲台语的来讲。对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哦，干这好屌！哈哈哈哈哈哈。好屌！哈哈哈哈。这也不是英文啊。天上海风，海风送，海风送，船怀天花。Another， another。鸡屁股。